这是我的心肝仔，心肝仔，妈妈回来啊！二十年来，恁家兄弟姊妹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妈妈就想。是袂要紧，遐美金免交好你看咧。我无逼你怎啊决定，我予你24小时的时间，好好啊考虑。你免笑笑，我无管你答应你。无关系，这是你家己的选择。假使你若无顾着恁老爸性命，我也无想要逼你。已经看到恁老爸看够肥啊！人也好来走啊！爸，咱做伙走去。你，海怪，你要抬抬我，你要得罪下手的。无分你啊！阿叔，你若是要搁钓到这乱来，把我俩绑起来，我就发明法，见因做空。阿走，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，把你救出去。侯永权能见您爸爸，我看到阮爸爸受了侯永权安尼的压迫佮欺负，我足心疼。啊，不过我一个做后生，却无法度佮伊救出来。颠倒，佮要侯永权利用伊的性命来威胁我。侯永权威胁你啥？伊要伫马国大爱两亿美金的转让书，期限是明仔载中头十一点。原来侯永权为着要争夺迄个美金，早就布下去绑票恁老爸即个。即马海洋专案，所有的不正，都干阿剩王正源的手头，涉案人员的名单，也有口径的笔录，对当破案。无用的。我不用你，我好永权威胁我。这样，好永权最主要目的，就是要爱伊六亿美金。那安尼，我会当双手奉上予伊。要唔过，你真无简单，借用马国大爷的转让书，拍入六亿美金的争夺战。卡输安尼就放弃，咱要甲好永权甲王正万做伙逮捕的计划，唔就愈来愈困难。这样，
让两亿的美金进入何心的计划，这有影是足重要。也毋过恁爸爸的性命更加重要，咱来以恁爸爸的性命为优先的考量啊！阿霞，别阁讲啊！有啥物代志，会当比恁爸爸的性命更重要？这样，我正甲权利的转让书继承人改做侯永权。你等我，我提。阿霞，袂用啦！是安怎袂用？卡叔公，为了救阮爸，做你辛辛苦苦，用心布的局破坏，安尼，我感觉我家己足自私的。翠英，要打击犯罪，机会也真多，也毋过爸爸干了一个，安尼做真有价值。阿霞，阮爸失踪了，交代给我的物件，毋是伊的危言书，是要破海风专案，必须要收集的四项证据。可见。看海风专案，看嘛比伊的性命更加重要。阮绝对袂用对侯永权屈服的。所以，无论安怎，咱来先考虑恁爸爸的安危，今日决定啊。阿霞，我做一份假的转让书，去交还阮爸。你袂当安尼做，安尼做行为冒险啊。万幸大事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所以我相信，阮爸会体谅我，一定会赞成我的做法。要听我吗？听你听到底。是你啊！你回来啊？安怎？王先生搁甲转让书互你啊？伊有答应，啊，不过我唔敢收啊。那安尼，你袋仔内底是啥物？我甲王先生借真个转让书，摕去 copy。所以，你打算要用这假的证据，寄予恁爸爸妈妈回来？就算讲你知影。万一风拆破，恁爸爸可能会死。你若坚持不愿意，甲我写提亲的转让书。我是一个检察官。啊，不过你嘛是郭翠英，是郭明华的囝啊。翠英，你现在的情形，就参照阮以前去检讨场内底比较。侯永权是你的对手，伊不断地出招。进攻，你想一直退，一直想。啊，不过最近你唔通袂记，你手头要有这支剑，你唔免定定只等风拍，你会用家己进攻啊！哈！主动出击。嗯，我相信主动出击的郭最近一定会用坚固剑出瓜，较好好实现你的决心。英雄，你想什么啊？我有件代志想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为什么你妈妈要退出这六亿的美金的争夺战？这是因为阮卡将伊想要保护我。阮卡将伊想要给我一个安全的家，平安的生活，所以才会退出这六亿美金的争夺战。原来是安尼。阮卡将真正足伟大。总是尽力无私来保护我。白骨头、红声，放弃这六亿的美金，拢是为着要保护亲人。在这六亿的美金的争夺战，我是要安怎保护我的黑道上？
你怎会用出声？我惊一下。是你家己太过专心，搁怪我。是的啊。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嘴又搁安尼细细了。今仔日，海英宽伊带我去一个所在看阮爸，啊，不过我目睭互暗掉咧，所以我就用手算秒数，判断车转弯的时间，把迄个路线记录落来。所以，顶头的数字拢是秒数。嗯，你看，四四七倒，意思就是讲447秒的时阵，车对倒边弯。993正，意思就是讲，993秒的时阵，车就对正边弯。你都安尼一路记到遐，足辛苦的呢。为了救阮爸，这无算什么。我一定爱靠家己的力量，把爸救出来。我给你倒三工。我担心，就算讲按照约束，甲转让书摕去仓库给因看，伊嘛袂照约束放人。无得靠，伊是摕着转让书，同款会甲阮爸害死。对呀，但你耍来，你拍算要安怎做？我拍算去给因看软禁阮爸的所在，甲伊救出来。尊娘啊，连古你顶摆去的时阵，目睭叫砍掉嘞，你即马去是要安怎找路？虽然我目睭是去予砍掉，啊，不过我会用心记录的。我会记得我经过的路，有低调的低塞味，也阁有听到海燕的声，应该是伫海岸线附近。尊娘，你若是有欠人，你尽量讲。咱新台中兄弟，大家拢会跳出来听你。若是阁无够，包括我在内。多谢你，阿布拉桑。对呀，阿伯，我跟你来。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卡叔讲，我救人失败，你就摕这份伪造的转让书去仓库，把阮爸换回来。阿霞，你是我上信任的人，这件代志我肯定当拜托你。好了，多谢你。决定要去啊，得了吧。对。伊就甲尊娘斗阵去，事实保护伊。是。尊娘，你交代我甲武才的代志，阮绝对会做甲到的。也不过你嘛要答应我，好好照顾家己，较注意，知无？你放心吧。多谢你。心情留予你，一世爱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，一个人一场梦。这是咱要行的路。拿来吧，回家。好了。430日，阿尊呀，是不是差不多要倒来了哈？你要到高雅。你倒手边看到海，对不？哎，尊爷，
我倒想的真正是海边呢。你无做青梅，我是足怕算。你比青梅更加厉害呢。扫到清气的，当厝长有交代讲，袂当留下任何线索。大我知。我唔骗，这店怪你家人嘞。阿伯，你是谁啊？你问这要创啥？我是地检署检察官，回答我。喂，开门！喂，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出来！卖门走掉！开门！卖门出去呀！哎！那找看是不是其他出口？考验宽容的时间，你别搞。那时候我乖在家。尊英是安怎样？我唔好问。尊英，恁去哪里对？我已经找到你的所在，不过阮爸已经被带走了。是啊。上海的是，我留在爸，被人关在里面，现在走不出去。尊英，你跟留在爸有代志无？无啦。不过，甲侯英宽约的时间你要到。阿兄，拜托你，一定要伫个十一点之前。赶去侯英宽遐，要来无，阮爸恐惊有性命危险。尊英，我知影，这件代志我甲阿伯先来处理着，你甲罗老伯来注意安全，知无？嗯。尊英甲罗老伯到底是安怎想？因两个无啥代志啦，要毋过尊英甲咱讲，咱两个一定要伫十一点之前赶去甲侯英宽赴约，啊若无过袂完，恐惊有性命危险。啊，咱紧来去啊！阿伯，剩三十分，咱分头进呀。呀，来。你来，郭俊英呢？侯大人，郭俊英公务在身，我代替来。哦，郭俊英公务在身，敢会比救因阿伯性命较重要？侯大人，郭检察官一向是公私分明，伊若咧处理公务的时阵，私人的代志就放一边。郭俊英公私分明，我看是伊无胆通来，才拜托你来救因老爸。你唔免讲到遐尼啊多啦，反正这笔钱的主人是我，我来甲你交涉，就理所当然。郭明发人嘞，我要爱的物件嘞，你要爱的物件。我就爱检验一下，下载你的地心的花样。好当的，咱是来这交易的，咱双方面一定要遵照交易的程序。你先让我确定贵宾是唔是有伫个现场，我着你确定这内面的宽衣转流苏到底是真是假。将贵宾我押落来。
车，人已经确认了，我即马心事很严重。你的转让书你也我看过啊，这阵是毋是咱甲桂平我放来？这边的交易未成啊！这是安怎讲？林文雄签约是假，红虾，你迄个伪造签约的，搁签到遐尔死，我差一点就叫骗去。让我你慢慢想一下，我侯永环上大优点就是固定了。你的签约就是甲你的个性有没干，你写伊一文是惯性，袂如迄撇拢会跳过去。让我你这个伪造专家咧写一文，无撇得过。卖就卖在家，一日就好看看下手。你甲郭振林这么无诚意，要来做这个交易，用因老爸性命来滚生球。好，既然因这么爱滚生球，我就甲你生到底，将郭振林押过来。桂林花好好啊耍，好好来甲兄弟，兄弟该死，我恁后悔，恁先啊要把钱下。一生情留乎你。将事放出来，我打进去个炸，你来这就要威胁你。原来你个红声的，
早就讨好啊！好大个，你这尔干杂尔，我绝对要放你啊！这阵情势无同款啊，咱各有人情，所来这盘棋咱定输。你若要救你后生的命，我要看你承受这刑了。海洋馆，你若不想要给你这条命去，我最先传你。爸，好，咱今仔日交换人质。老大妹，为着要保护乡公民人质的安全，咱拢甲承担。然后，你有过别方来，阮就好定好过去安怎？李大妹。桂平花，只要你走到红山那边，我就运风炸弹，让你死做伙。平哥，过来。小姐，给我。我明天再联络你呢。我话你甲俊英讲，我好倒得去。好英，我另外媳妇，不准再有你。再有，不是媳妇。海管，我们连再有四个妹，我们就会死啊。我安尼讲，我那今日来晒暗波，何尝何尝啊？唐生，咱今仔天落来平安做咱我媳妇去啊。你哪能比无咱啊？那随时，我听我把桂平花做掉，你敢做掉？敢做掉啊！回你桂平花不是我的爸爸。好大爷，你若真是把桂平花做掉，我就把我身上这份两亿美金权利的转让书的正本，我交予国。到时阵，你校园权要黑部长的一个美金，你家己叫部长也进不去。是啊，刚讲咱明的，搁想一个办法，好好啊来参详一下。无啥物好参详的，你校园权小动作太多，你无资格我讲，你讲。你通知黑部长来跟我打。阿贤，阿贤过来，考虑一下，我阿贤的命是不是价值两亿美金？明天我去。你实在真好，我等我好英款的面头前唱球。爸，你真激动。
阿姐，哎，阿姐，你回来吗？阿姐，阿姐，爸爸回去。我爸爸呢？怎样？好像把这个老狐狸，在恁爸爸身上挣扎大。恁爸爸为着要顾着咱大家安全，搁走转去好像看见。那呢？恁都性命危险。你放心吧，恁爸爸暂时无性命危险。要不为着要救恁爸爸，我有想到一个人会当危险。什么人啊？这个人就是欧部长。欧部长，伊不是跟何永宽共党诶，伊哪有可能跟咱斗相共啊？这样，我用利益甲伊做谈判条件，安尼绝对答应。放心吧，这个代志虽然危险，要不只有这个办法当救你爸爸。心情留予你，一世爱只为你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，愈的人一场梦。部长，请坐。今仔日阮新大将会当邀请到欧部长这款大人物代驾光临，实在是我的荣幸。会当甲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洪兄见面，我哪会用得无加？你找我来有啥物目的？我的目的真简单，我希望郭明凡会当平平安安。洪兄，你敢有迄个才调保护郭明凡的安全？我无，也毋过我这张纸有这个能力。部长，这是200亿美金权利的转让书，我希望用这张纸来交换郭明发的安全。这件买卖，部长应该有兴趣才对啦。我听讲你要用这200亿美金来挽救新大将的财务危机。想袂到你会用伊来交换郭明华的性命安全。部长，郭明华甲新大将是性命共同体，所以我绝对爱来做。莫怪人会讲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会用的，这笔生意成交。洪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敢讲你唔知？我马上就下令，郭明凡马上消失在这世间里。部长，我绝对相信你有这款的能力，会当让阮每一个人对这世间上消失。也毋过你要做进前，恐惊要三思而后行。600亿美金的拨款日，需要三个人同时签名。咱才有材料领得到，就好亲像是我这支笔同款，笔讲就是侯永，笔写就是郭明，啊，若我红声就是这个笔格。所以部长，正本由我红声来保管。假使讲你若杀死郭明凡，这继承人绝对就是伊的后生郭俊英。到时阵郭俊英也是唔肯签名，这100亿美金，啥物人拢免小心要得着。是啊，你即摆是咧甲我装笑是？部长，我唔是咧甲你装笑的，我有释放我的诚意。假使部长若想要得着200亿美金，就爱看部长有啥物款的诚意，刷落来要安怎做啊？你讲到这么安稳，一定是带了真惯势哦。部长，有代志是？无
什么啦。有一件小事，想要跟你参详一下。后生已经将马可多那两粒美金让到给你了。问题是，你发现，你应该了解红星伊为虾米要安尼做，你嘛了解我这个人个性。我这个人上讨厌受人影响，所以讲，你嘛希望我将这两个美金让到给你。聪明，假使你若是愿意。你即时就当恢复自由自信。哼，可惜，我无同意。为了我，你唔通唔知影好歹。我即马个爱你这条命，就好亲像立一只狗遐同款。你详细考虑清楚。部长，套用你一句话啦，你嘛真了解我这个人。我一向啊，嘛是上个讨厌受人威胁的。桂明花，难讲你唔惊死？死，我已经死过一摆，有啥物通惊？我拄好感觉足遗憾的啦，也无留半项其他的物件给我的后生。那即嘛好啊，我已经用这两个美金当作遗产，交给尊娘。桂明花。就算讲你有唔惊死的气魄，也毋过你毋通袂记恁后生过阵，也甲你同款有唔惊死的气魄。讲老实话。你受伤的这几天，我真欢喜，你会当跟我住做伙，让我想起细汉的时阵，咱伫演戏的日子，咱做伙读书，做伙佚佗，安尼无烦无恼，你才够欢喜。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，咱只要无用来立场，不归宿。不管讲咱的立场是怎样无共。也毋过，咱是共一个妈妈的血缘关系，是永远都袂改变。英雄，顶一代的文员，都放我袂记得好无？无可能。自从我认错归宗了后，我才承担我学道上给我一切。我要报学道上，这么辛苦建立起来事业。以后，妈妈会留给你的破脸的。已经失败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今妈，我把妈妈留给我的破脸送给你，这内底有妈妈的祝福。冇怪，英雄，咱永远拢是一家人。战争到底是什么人赢？真紧就有答案了。我多少？英雄，英雄，啊！你回来，身体敢拢好惯啊？我多少？我不要紧。哦，哦，他
趁即马会用个进行后一步的计划啊。我大嫂，头拄啊，我接到一个消息，郭明华去予侯英权掠去，侯英权要利用伊，逼红星交出两亿的美金。果然予我约到，侯英权甲红星已经显摆啊。我大嫂，你拍算要安怎做？静观其变，再出其招。来，你看，我多少？这个资料是海丰专案涉案人员的名单。这份名单就是咱的标本。只要有伊，咱就会当牵制侯永权。我多少？这份名单顶挂，根本就无你的名。都是因为无我的名，才会当牵制侯永权。我多少？这份名单啊，落在检查单位的手头，这六亿的美金就暴露。到时阵，侯永权甲欧部长拢会得到法律的制裁。到时阵，咱爷妈妈都昏迷，拢会当无代志。无唔对，我要等啊侯永权摕到迄六亿美金的权利了后，才要利用这份资料。再交换伊的六亿美金，想袂到红虾甲部长见过面了后，部长就下命令阻止南台郭明焕。即马郭明焕对咱来讲是一条王牌，部长也袂遐尼简单来对伊动手。我是伫想讲，部长哪会雄雄要来保护伊？这其中一定有诈。爸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是伫担心部长甲红星私底下见面，唔知有啥物利益的交换。你无得看，部长有啥物弱点，正也伫红星的手头。部长也毋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啦，红星要牵制也毋是遐尔简单啦。假使伊两个人来合作，咱即马是要安怎处理？看事办事，咱再来看红星到底是咧变什么把戏。陈哥，爸，迄来个美金，我看伊日子愈来愈近啦，你都要提高警觉，要注意所有相关遐人的举动，你千万都要较注意，知无？我知。两亿的美金进入何新的计划，这有影是足重要。也毋过恁爸爸的性命更加重要，咱来以恁爸爸的性命为优先的考虑。阿兄，别再讲啊！有啥物代志，会当比恁爸爸的性命更重要？我卡家是为了我一个安全的家、平安的生活，所以才会退出比六亿美金的镜头。我多少？这六亿的美金。差一点害你失去性命，啊！我嘛无能力保护你。既然这份涉案的人员名单无你，那你就要受到牵连。只要我把伊交予红星，你就当脱离这个风波，袂阁受到侯永权甲吴部长的威胁。
些还是真友好，伊安尼专工等于陪妈妈吃饭。嗯，我看我也是来找我的宝贝仔查囝，就来吃一个暗顿。是要使什么乖巧？爱如真，伤如重。